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篇非常的难过，其实所以我读了心情都不好起来哈。那可是我也知道，人生就有很多你躲不掉的黑暗的层面，如何用比较光明的态度去看待它，或者用比较甚至幽默态度去看待它，有时候会变成是人生很大的一个课题。要是你做不到的话，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悲伤下去了。因为有些人生的苦是不会结束的，是不会结束的，没有结束的一天的。很多人会说，你人生有一段时间过得不好，那你只要忍，咬咬牙忍过去，可能背后就是你知道有 silver lining 或之类的。因为好像上礼拜还是几个礼拜前我的学生 Ed 才问过，也是我们的观众其中之一，问过什么叫 silver lining。 有些人生中的黑暗后面是有一些光明面，可以等着藏在后面，你可以期待它in time it will show。 可是有的没有，有些人生中黑暗的地方是 there's no end to it， 好，它是没有结尾的，就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东西一样。好，所以我把字放大一点来看一下，它的标题是 When Hurt Bites， 当痛苦咬你的时候。所以这里的 hurt 当成主词名词，所以当痛苦咬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叫痛苦咬在你身上？来，我们看下去，我先把它读完哈。What's the matter? Robert asked. 对，怎么了呢 ？Robert 就问了。Cynthia turned to the sink and continued to wash the dishes. Replied, "Nothing, just a lash." In truth, their song was playing on the radio. It was the song on the jukebox playing when they met so many years before. It was the song on the car radio as she lost her virginity on the backseat of his car. It was the first song that they danced to on their wedding day. It was the first song they danced to each and every anniversary. 我差点讲成 each other， 不是。They danced to each and every anniversary. But he didn't remember anymore. Or that she was his wife. What's for tea, Mom? He asked. 结束。All right.在说什么？读一遍可能都还不见得那么快就看得懂。说真的，那我们来走一次。What's the matter？ 就问他怎么了。好，喂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有时候我们要强调你怎么了的时候，好 ，So what's the matter？ 那可能可以加一个 with， 加个名词。好，这个疑问句，怎么啦？啊，所以这是 Robert 问的。Cynthia turned to the sink and continued to wash the dishes. Replied. 这里有一点小文法的问题，但我无所谓，不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女主角叫 Cynthia， 所以她转到了 sink 那边去。那你就知道说她本来没有在 sink 那边哦。那她问完这句话之后，她就转回了 sink 了 ，turn to the sink。sink 你知道洗手台嘛？然后继续来洗碗。就本来在洗碗，那你从她这个对话你就知道 Cynthia 停下来洗碗的动作。然后 Robert 才问怎么了。那 Robert 问完之后 ，Cynthia 就转回去继续洗碗了。好 ，turn to the sink and continued 继续的来洗碗 ，wash dishes, wash the dishes。那他 reply 他回应了啊 ，nothing, just a lash。lash 是什么？啊，大概就是眼睫毛。所以这里打一下 eyelash， 眼睫毛。眉毛就是 eyebrow。OK， 上面的这个叫 eyebrow。那我们还看过有些人有一字眉，有没有？例如说打球的 NBA 的那个中锋叫一眉道人，我们叫他 Anthony Davis， 不是我们叫他，他就叫做 Anthony Davis。我们台湾有时候称他为一眉道人，因为他真的就是眉毛长在一起啊。那个词叫 unibrow， 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unibrow。OK， 所以他说什么 ？Nothing, just a lash， 表示他好像眼睛有点什么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哦，原来是 Cynthia。洗碗洗到一半，突然间眼睛有点可能用手弄了一下都不一定。然后这时候 Robert 问怎么啦这样子，然后 Cynthia 就转回去洗碗，然后说啊没有，只是眼睫毛弄到一下 ，nothing just a lash， 听懂了哈？那你知道他可能不是真的是眼睫毛啊，有点难过，因为我们刚读完下去，你大概就知道有一首歌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歌可能引起他的一些情绪。So in truth, their song was playing on the radio。啊，所以原来是他们这两个人在听着广播电台是放着的，所以他们的歌正在广播电台上放着。So playing on the radio， 所以这个介系词是 on 哈。OK， 所以电台正在播着他们的一首歌，他们的歌 ，their song。It was the song on the jukebox playing when they met so many years before。所以那就是那一首 ，It was the song on the jukebox。jukebox 今时今日好少看到了，但我相信其实。 在文化里，大家还是理解它啦，就那个点唱机有没有？好，你就投个钱，然后你可以选个歌，然后然后整家店就是你点的这一首歌，点唱机 jukebox， cool。所以这就是那个 jukebox 上放的那首歌 ，When they met so many years before， 当他们好几年前相遇的时候，这里很 tricky， 并且很有趣的一个字是 before， 为什么他不说？ So many years ago, right? 为什么不是 many years ago 而用的是 before 呢？好，我们这里稍微讲一下。如果你用 ago 的话，那就表示你现在讲话的时间点是现在这个当下。我如果今天讲 3 years ago， 那就是今天的3年前。如果我今天跟你讲 3 years before 的话，那就表示。 我们的立足点不是今天这个当下。我马上举个例子，假设我2018年去了一趟日本，然后在那18年的往前推3年，也就是2015年去了一趟韩国的话，我就跟你说 I went to Japan。我们现在是2022嘛，对不对？那18年就是4年前，so I went to Japan 4 years ago, and I went to Korea 3 years before that, right? 所以这里就出现 before 了，所以我不能说 and I went to Korea 3 years ago 啊，那不对啊，那 ago 就变成是2022年的 3 years ago。我要讲的是2018年的3年前，所以我必须说 and I went to Korea 3 years before that, before the Japan trip。听懂意思哦？所以他这里用 before 就表示他的时间立足点并不是。 现在这个当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句子。So it was the song on the jukebox playing when they met so many years before. Before what? Right? 在那件事情的好几年前，他们相遇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是卡在这里面，他没讲的。OK， 你要能够读得出这个小细微的部分，不是很多年前相遇而已哦，是在那件事情的很多年前相遇。 然后再来 ，It was the song on the car radio as she lost her virginity on the back seat of his car。为什么这个故事贴在这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只是因为他的处女给了他，所以他就贴在这个网站上。我觉得这个故事根本没色情，一点都没有。这只是个很令人垂心肝的故事而已，没有色情。但这一句有了，或许可以勉强说的话。所以这首歌也是。 也是他把处女给他的时候啊，在哪里呢？在男生的车的后座啊，反正他们车震啦。OK， 再读一次给你听。It was a song on the car radio， 所以也是在 radio 上，只是车上的音响啊，车上的广播电台。On the car radio， as 就翻译成当 she lost her virginity， 所以失去她的童贞给了谁？所以我们的确可以用 lose 这个字。 然后加上 virgin 这个字是处女，加个 nity 结尾就是处子之身 virginity。你说男生女生都一样吗？呀，一样。所以男生的初次初夜跟女生的初夜英文是同一个字。OK， 好，男，所以总之就初夜。好，男女都用这个字。OK， 所以他失去了 virginity on the back seat of his car。 所以他的车的 backseat 就是好后面的座位这样。然后 ，It was the first song that they danced to on their wedding day。所以也是他们结婚的时候跳舞的第一首歌啊！你知道跳舞结婚的舞那不会只有一首啦，那可是是他们的第一首，所以表示这个歌真的就是他们的歌。It was the first song that they danced to 啊！这边一个重点片语就。 You dance to music. OK， 介系词是 to， 不是 with。OK， 不是 with。好， You dance with somebody, but you dance to music。所以如果今天是一首歌，是 dance to 还是 with 呢？还是 to， 因为那是 music。好 ，You dance to a song。所以这是他们第一首跳的歌 ，the first song that they danced to on their wedding day。结婚的时候没问题。It was the song they danced to each and every anniversary。这也是他们每一次的 anniversary 结婚纪念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跳这一首歌，放这首歌来，然后他们对着就是听着他跳这样子。But he didn't remember anymore， 但他已经不记得了，用的是过去式 ，OK？ 而且他不用现在式，他不会说 But he doesn't remember anymore， 他的不记得是发病了之后就不记得了。那我讲到这里也不用再长了啦，所以总之这个男生就是已经老人痴呆了。 He didn't remember anymore. 已经不记得了。Or that she was his wife. 那这个 that 这一句也就接在 remember 的后面，所以他不止不记得这个歌，他甚至还不记得她是他老婆了。Right? He didn't remember that she was his wife. 然后最后的结尾这一句 ，What's for tea, Mom? He asked. 所以这个 Robert 还问了。 我们茶要喝什么呢，妈妈？所以，那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女生年纪也蛮大了嘛。那我知道老人痴呆症的状况，你要是看到一个女生，你甚至会以为那是你妈 ，right？ 因为她就是个成熟的女生，然后你可能以为自己是个小朋友，所以你还问妈妈，我们茶喝什么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故事 ，OK？ 所以这是讲一个两人之间 dementia 的故事，然后中间这一整段就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已经遗忘了两人之间的歌这一件事情。那这也就呼应我前面说的，人生中有一些黑暗的部分是没有尽头的。OK， there will be no brighter day tomorrow or any other day in the future。有些时候人生有一些黑暗的事情，就是会跟着你跟到一辈子，包括一些绝症，包括什么的。 那，所以这样的状况，你也只好想办法从人生的一些片段中找到一些值得开心的事情，然后来试着 cheer up 自己活下去。你不能够指望有些事情是会好转的，但我近几年对这个事情的感触会特别深，就是有些年纪大了之后，有些事情你年轻会做的，你到年老就是慢慢不能做了。There are things that you used to enjoy, but you are no longer capable of doing as you age. And you just have to let go. 好，不用再这个继续说下去了。我觉得讲到这里大概也够了不然剩下都是我自己一些在 rant， 这 rant 就是在那边发牢骚之类的。好，牢骚发够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今天用一个很奇怪的悲伤的故事来做我们周五的内容。好，but I hope you like it. 至少是个写的不错的故事了，好，当然还有旁边刚刚一些字，我们也不用 go over， 反正就这样了。好，今天这一集到这里就好了。我是 Paul， 我们下周见。